打开，对吧？来，然后的话，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从拇指朝下到拇指朝上朝前，有这个动作。直拍没到啊，横拍先练。一、一、二，手不要动啊，不要晃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没有到啊。六、七，来，八、九，把这个球抛出一个弧线。十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个球起来了没有？你看，弧线跑起来没有？你们的球，来，弧线跑起来没有？来，这个球跑起来没有？跑起来没有？啊，你们跟我练啊，都不跟我说哦。现在他们正在练，那个球跑起来没有？